羅價值，全民政治。 My Radio 2012每星期都会请不同的嘉宾讨论不同的社会问题，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立场，擦出不同的火花。人民力量逢星期三晚八点九，有陈伟业同你论证一小时。继续青筋暴现，不平则鸣，只因心系香港。身体力行，隔空发功。黄毓民频道现在同你剖析政治。嗱，我同阿毓民咧都赶一次翻嚟啊，咁啊，其实就过程好惊险啊，咁我就即系醒目，我即系早有一半行，我一半坐的士。咁啊，毓民行咗半坐的士啊。有的士坐嘅咩？你嗰度？我要行到出去呢个铜锣湾边搭的士翻嚟咯。如果唔系，今我走啊！啊，咁啊，即系今日咧，事实上好多人嘅。嗱，个原因点解我同英文都会执得即系比较咩？要准时翻到嚟咧，就系、我起码要听埋大会报咗个人数先。咁我走嗰时报大会报嗰个数咧就18万，系嘛？咁就唔知我哋走咗之后有冇一个。补充睇下警方报几多啦，咁但係我哋而家即係就肉眼所见，你都比旧年人数多啦，係咪？咁呢几年呢就即係嗱，由嗰20周年开始啦，即係年年都多人㗎啦，已经好明显嘅呢个係。咁今年特别就係因为真係港共政权上台，咁啲人係察觉得到㗎嘛，初初都唔係好明，即係嗰个港共政权吓、啊，即系咩一回事？而家咁你梁振英咁高调，日日喺度鬼三嘈，讲五司十四局系嘛？咁加上人哋问清佢六四嗰啲疑惑系嘛？咁佢89年6月5号登声明系嘛？亦都接受电视访问，即系吓呢个批判呢个中共政权。我记得喺3月25号投票嗰一日咧，呢、這个小圈子选举，我喺入边投票，即系喺投票所入边，我见到佢啊嘛。我同佢讲嘛，我哋再噏一次89年6月5号讲嗰啲嘢啦。嗱、呢句我读一次你即系你跟我读一次咪得咯。你写嘅强烈谴责中共政权屠杀人民，你噏一次就得噶啦，公开我就俾张票你噶啦。佢梗系唔睬我啦，系咪？咁呢几日啲记者猛咁问佢六四嗰、那个即系立场啊，或者关于六四，佢六四讲好多次冇补充，咁冇补充咁啊，即系咪89年6月5号嗰、那个到而家冇补充咧？咁啊杀你头噶喎！吴家产你做唔到特首噶，共产党大忌嚟噶，而家系共产党定咗性喎，佢自己本身。你罗范招分身为港区人大，你话六四未定性，咁你大佬你又系政治不正确喎？咁你未定性嘅意思系咩先？你罗范招分，即系呢班人系毫无诚信，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有时见人都系讲鬼话，见鬼又讲人话，系咪？即系一班咁嘅人，然后去统治香港，咁你系咪得人惊啊？曾荫权就醒目仔啊，系咪？结果醒目到最后就自己即系作茧自绑，自掘坟墓，系咪？有咩理由？即係揾審計處查你住酒店，跟住呢就成立一個獨立委員會，就俾建議下一任特首。結果獨立委員會嘅主席李國能法官呢就全部同佢度身訂造，係咪？跟住審計處就好簡單，講住酒店嘅就將你過去外訪住個酒店全部一次過搬晒出嚟，係咪？咁又計輪數，發覺你狂亂使錢 ，OK？ 即係唔應該住。咁高級嘅你住咁高級，唔應該使咁多錢，你使咁多錢，係呢個你唔可以話佢貪污，但係真係浪費，係咪？好啦，到尾而家就知道身敗名裂，抬不起頭做人，又得一次頭扁嘴，吳家產堂堂一個特首扁嘴，扁嘴得嚟又冇眼淚，跟住就衰相，係咪？衰相不但只係主流媒體裏面，包括電視見到你個樣係衰相，報紙見到你個樣係衰相，所有嘅網上。嘅即係平台，包括啲社交平台 Facebook， 日日都鋪你嗰張耷頭扁嘴嘅相，然後惡搞你，做人做到咁，吳家產辭職啦，就算做有一個月都應該辭職啦，啱唔啱啊？仲做得落去嘅，好啦，最
最不堪的就是民主派，现在说、哦、弹劾可能讲不切、哦、不过他未讲出口，为什么讲不切，就是因为黄毓民搞拉布，林佳橙搞到他弹劾动议呢就提不出，但他又不够胆讲，为什么不够胆讲呢，事实是我拉布拖到你的、哦、原来今年二月初二月中的时候这个贪争发生事的时候，我和大舅在这个节目第一时间说要弹劾他，咁但系我哋又谂住我哋费事做啦，我哋一做啲冚家产又唔制噶嘛，咁我就喺闹公民党做，公民党又唔肯做，结果咧就谢伟俊就听我哋呢个节目，第日即刻自己草拟一份弹劾呢个贪争。咁谢伟俊点解会咁样做咧？咁激咧？原来之前咧佢就俾呢个东方点名，就话佢唔够胆批判呢个贪争，因为嗰日喺内务委员会嘅会议里边咧，即系争呢个陈伟业提呢个问题嘅时候，佢就真系帮阿贪争。你明唔明啊？咁后屘跟住咧，就俾呢个东方就分中分奸，咁第一号忠臣咧就系呢个陈伟业吴家产嗰啲，佢就列入奸角，奸角啊！咁结果就牛底，因为佢要九龙东选举嘛，所以呢个人都算醒目。我话俾你听，若不以人废言，陈即系呢个谢伟俊都算醒目，系嘛？听见我哋做，佢自己都认嘅，讲咗咁佢第日即刻做，哇！攬手执个热毡堆，谂住叫人连署，咁我哋梗系支持佢啦。我哋唔可以因为嗰个叫做谢伟俊，然后佢提弹劾，跟住我哋就反对噶嘛。第一时间我就话支持噶啦，结果呢班民主派个个都唔支持，跟住自己先搞一次 PNP， 最离谱嗰个叫陈淑庄，佢系一样啫，搞 PNP 系咪？都是分组投票会输的啦，是不是？那这个是 李永达提的，跟住到陈淑庄又提不信任动议，结果又挂，跟住到最后才提个弹劾动议。好啊，弹劾动议要排到五月几五月尾的差不多，结果被我一拉布吴家产现在褪到无了期，是吧、即变相放生了这个曾荫权，其实就是他们判断有问题，当初他认为他罪不至死，是吧？好啦，现在就怕失票。就是狂抽水，跟住而家话弹劾动议提唔到，不如喺内委会提一个不信任动议，咁呢班人咪发咗癫呢？系咪？系咪当香港市民系盲毛嚟嘅呢？你全部都唔 work 嘅，全部最多就俾《东方日报》做下新闻，借你嚟做下新闻，话要提不信任动议啊，话弹劾动议啊，咁俾《东方日报》嚟做下新闻，等住你见下报嘅啫。你呢班冚家产，二月中嘅时候叫你做，你唔做，系咪？而家咧就喺度混淆视听，鱼目混珠。蛊惑市民，以为你真系好积极走去喐下贪争，当初叫你做你就唔做，系咪？所以你话见到呢班咁嘅政客，你咪呕电啊，系咪？我今日喺六四喺前边见到阿林巨成医生，民主党嘅以前，而家都可能未退党啦。佢走埋嚟同我讲：郁文好嘢咁，咁跟住就讲啦。哇！佢哋有冇搞错？咁都唔帮手吓？睇住你哋咁喺度拉布，搞咩啊？佢哋我睇见都兴啊咁样。不过今日咧，头先去六四嗰度咧，见唔到民主党啲旗喎，系咪惊有人喐佢哋，跟住收埋晒啲旗咧？都唔系嘅，佢哋好少，即系因为支联会都系佢哋啊嘛，都系张文光啊、杨森啊，你睇唔到文海华、李永达啦、何俊仁啊，全部都系你啲人啊嘛。企上台全部都嗰啲人嚟噶嘛。基本上呢个六四烛光晚会或者支联会根本就系帮佢拉票嘅啫嘛，你明唔明啊？所以有啲人好反感嘅，即系我哋就唔会喺即系唔会用呢一个立场嘅，即系有啲人就觉得你支联会呢班常委好多都系民主党嗰啲，即系中委系咪核心成员？咁我而家老土你民主党，咁我六四烛光晚会我想唔嚟，咁但系我觉得呢一个逻辑有问题嘅。系咪？所以我就唔会去计较，我唔望班契弟嘅啫，喺台上嗰班契弟，我唔会望佢嘅。我 show up 每年六四烛光晚会 show up， 我系对即系话嗰六四嗰啲死难者嘅一种即系一种追思。另外就系反共，系咁简单啫嘛。你明唔明？呢个系我哋必须要做嘅嘢嚟嘅。因为如果个个都咁谂，呢个又褪，嗰个又褪，咁好少人系咪？梗系唔通噶啦，系咪？而家维园嗰度十几万人，可能有一半老土你民主党嘅，系咪？即系我哋唔可以咁样计噶嘛，系咪先？但系有啲人真系咁样喎，就因为咁样唔去喎。所以今日李仪写嗰篇即系评论，佢都有讲噶，有即系啲网友留言就话老土民主党，所以唔想去。咁李仪嗰个说法同我都一样系嘛？即系你对民主党几反感都好，啊，你今次去佢企喺台上嗰班都系民主党嗰啲主要成员，但系我哋系睇个大局噶嘛，我哋唔系好似佢咁扑街，见到我拉布佢就唔拉啊嘛，见到我搞五区公投佢就唔搞啊嘛，佢系扑街嚟噶嘛。嗰日老实讲，嗰、那个六四动议已经提唔到噶啦，喺立法会。咁上个礼拜五呢、這个大会完咗之后，十点钟、十点半，佢喺门口立法会搞个六四动议嘅辩论，就冇建制派参加嘅。咁啊，净系呢啲所谓泛民加我哋，我都去、哦，我照去、哦。
他们叫我讲嘢，我不讲嘢，到最后投票就全部支持这个六四动议，即是在门外，那个不是体制里面的。那你又整色整水，我都陪你整色整水。最扑街那个叫刘慧卿，在这里讲六四讲讲下，我们是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冚家產当年六四嗰啲即係死难者好多都讲粗口㗎，扑你个街刘慧卿，你知唔知啊？即係啲人已经癫咗，你知唔知啊？係癫咗嘅，你喺度发言揸住个咪都讲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喎。咁即係針對我哋，我同阿長毛企喺度，咁家陣揸住支蠟燭，即係想埋佢咁家陣噴佢，屌你老母咩，咁講咗粗口啦。不過嗰日就叫悼念六四冇計，係咪？你話戰到咁樣嘅，你講乜嘢？嗱，呢班人就咁樣嘅，佢去悼念六四全部都假嘅，行禮如儀嘅啫。咁你因為佢咁樣唔去，咁你又唔去，咁咪好戇居咯，係咪？嗰支旗唔係佢噶嘛，大佬，係咪？所以有時你見到呢班政客，你真係火都嚟埋嘅，無啦啦都要定一句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咁你當年參加六四個，又參加呢個民運嗰啲人唔講粗口嘅咩？幹你娘啊！他媽啦！咁冇人嚟咁樣講嘅咩？喺個嗰個天安門嗰度，你話賤到咩地步，小氣到咩地步，然後小氣到嗰個地步就係、是，其實我諗我成日講呢句咧，就多謝老蕭大爺。因为我从来真的没讲过粗口啦。是老蕭哇，那次表演那些人身攻击。那个人身攻击呢，就对你已经老蕭呢已经对这个刘慧卿造成一个很大的创伤。而这个创伤呢是精神上的创伤。是吗？不是肉体上的创伤。而这个精神上的创伤令到他癫了。嗯。这个就是老蕭做的好事，我现在告诉你们。然后他就发癫。是吗？咁样发癫就咁咯。咁啊，我谂咧，刘慧卿系争你哋多过争共产党嘅。哦，咁啊，肯定啦。系，其实佢系争老蕭咯，咁啊入埋我啲数，因为佢一生人都未试过俾人咁样闹噶嘛。哦，呢啲叫爱屋及乌啊，唉。唉，即系佢一生人都未试过，边试过啫？啱唔啱先？所以即系你有时睇下呢啲咁嘅情况，但系嗱，你唔会令到香港人嗰个对六四，即系嗰个情义结有任何改变。你睇到噶嘛？台湾嘅二二八系咩？你是动摇了个政权的。你六四惨案对共产党来讲肯定是他这个政权里面在他历史上面最大的耻辱来的。嗯。是吧，即是被这个文革，被这个反右运动，被过去历史的政治运动对即中国人造成的伤害。这一次是赤裸裸地杀人嘛。是吧，一切都不论杀人总是最大的罪恶。嗯，系嘛？尤其是杀手无寸铁嘅自己嘅人民，嗱、這、呢个政权系唔值得原谅嘅。呢笔账系一定要同佢计。问题几时计？哦，你话啊，当年有份下令嗰啲死得嘅死，系嘛？即系包括有啲人喺度，即系脱，即系要脱离关系，包括陈希同阿李鹏嗰啲唔关我事啊。咁啊，陈希同我傀儡嚟噶，唔该，咁都讲得出嘅。而家系嘛？大家斗射，无论你点样射都好。嗱、我话俾你听，我有篇文章咧，就系八九年。唔知六月五号写嘅，就系屠杀之后，我篇文章叫做《人民的审判，历史的审判》。嗰篇文章系通缉廿几个主凶啊、元凶啊，同埋邓小平排第一嘅。你揾翻我嗰本《神州巨变》，即系啊《与台湾风云》嗰本书，或者我揾一日可以铺呢篇文上去啊。我嗰个写法就学足即系共产党嗰啲文宣嘅写法嚟嘅。所有名列在这个所谓人民的审判、历史的审判的被告名单上面，现在死了三分之二。当年我写的时候一个都未死，死了三分二。我现在看回这份文章，我觉得都很有新意，即是这两天根本我又不得闲，我就应该铺上网的，是吗？喂，你逃得了历史的审判吗？是吗？你说哦，当呢啲人死晒嘅时候就冇事啦。你承继佢权力嘅人就要承担呢个责任。好简单。係咪？即係等于当年李登辉佢都要代表国民党去道歉。马英九又要代表国民党去道歉。为二八事件。係咪？你承继佢政权，承继佢权力，你承继埋佢呢个罪恶㗎嘛，一定係。因为你唔系话你譬如咁讲，我共产党咁解我只系自我完善，跟住我通过选票再选我出嚟，咁又唔同喎，系咪？你唔系喎，你嗰个政权系咁样延续落嚟咧，承继咗呢一个杀人嘅政权啊嘛，你承继咗个权力，你就要承继埋佢呢一个责任啊嘛，好简单道理啫嘛。哇，你咁叻，大佬，你又入联合国
阿成继中华民国入联合国系咪先？系嘛？嗰、那个中国代表你基本上就承继呢个中华民国咁啊，等于系啱唔啱？即系你当年八九年，包括李鹏、邓小平系嘛？呢一班人系嘛？即系死咗嗰啲薄一波啊，系嘛？仲有啲王震、邓颖超啊，所有呢一班人啊，我话咩杨即系啊？呢个杨家军啊，系嘛？呢啲全部，你虽然你死咗。但你後面承繼佢權力嘅人，你就要承繼呢一個當時即係六四慘案，即係無論你係主兇係嘛，即係或者係呢個幫兇，所有呢啲人你都要即係受呢個歷史嘅審判，一定噶嘛，你人死咗你要受歷史嘅審判噶嘛，即係穆巴拉克呢啲就及身而報嘛，係咪？你鄧小平唔使及身而報係嘛？你瓜咗老襯去見馬克思係嘛？你而家李鵬仲未死喎，係咪？陈希同未死㗎喎，仲有呢啲係咪，江泽民都未死㗎喎，係咪？所以你都係承继咗佢嘅罪恶，你又要承继咗个责任，承继个罪责呢、這个係好清楚嘅，係咪？有啲人成日话啊，等佢哋呢一代人死咗咁就了结啦，咁係咪？你咪要有啲人话而家你有可能会有机会平反，平反都冇用㗎，你共产党你个政权一日不是人民选择嘅结果，你就要承继八九年六四惨案，包括更早之前文化大革命、反右、土改，系嘛所造成嘅中国人嘅死亡，系嘛，同埋妻离子散、家散人亡，家产你呢个政权全部去承担个罪责。你唔好话啊，我而家今年三十几岁咁啊，20年后我做执政者咁，我使乜承继责任？你梗系要承继啦，除非你系选出嚟嘅。是吧，你必然要承继嗰个责任，冇得倾嘅，系咪？所以希望大家明白呢个道理。点解我哋今时今日喺香港仍然要继续坚持？嗱，我从来即系我唔系好中意用平反六四嘅，六四系唔需要平反嘅。六四平反咩反啫？六四，譬如你六四你讲乜嘢咧？你话八九民运点平反呢？嗰、那个民主运动嚟噶嘛，大佬，你即系要求个当政者认为你呢个系民主运动，所以你平反嘅意思系企喺当政嘅人嘅立场啊嘛。不过而家大家方便说明，即系惯咗用平反六四啦，咁就讲惯咗。我从来都好杂，好反对呢个 term 嘅。你当年司徒华夺呢个平反六四，我觉得好有问题嘅。如果佢系一个惨案，平咩反啊？嗰、那个就系追究法律责任，系咪啊？追究刑事责任啊，追究杀人嘅责任啊，即系等于而家莫巴拉系你唔判佢死刑，啲人民调气唔顺就系因为佢杀咗咁多人，你冇理由判佢终身监禁，你一定要判佢死刑。是吧，这个是埃及人民的一个很清楚的诉求，是吧，你现在说喂大佬那个罪责怎么去分，你如果那个是一个惨案，我们不叫六四事件的，有些民主派在叫六四事件，那你就跟共产党有什么分别，是吧，那个是屠杀来的，所以我们叫惨案，是吧，人家英文啊大致标题啦 ,time, 那个是六四什么，你告诉我那个人叫 instant,、massacre,系嘛？嗰系屠杀嚟噶嘛，大佬好清楚噶嘛，系嘛？所以我哋从来都系叫六四惨案嘅。六四惨案系唔需要平反嘅，六四惨案系要追究责任、追究刑责，系嘛？按照法律嚟追究刑责，嗰、那个唔系叫平反。平反八九民运仲戆居，嗰、那个系民主运动，平咩反咧？系咪？系嘛？好简单，平咩反啫？系咪？你应该追究屠城责任。结束一党专政，这个就啱。平反八九民运是讲不通的，什么叫平反啫？原本是反面的，你现在要将它变回正面。本来就是正面的啦，平什么反啫？是吧，你是叫个政权平反嘛，现在是吧，那做什么要叫个政权平反啫？个政权它不会平反的嘛，你期望个政权平反就是。你不如望个政权冧到好过啦，系咪先？我咁台下叫好多嘅，我成晚都听到啦。结束一党专政，唔系呢个先至，唔系呢个搞清楚个观念啊嘛。所以个平反六四系好戆居啊，我觉得系咪？所以佢上次提嗰个平反六四动议，我谂起咪加结束一党专政咯，修订案系咪？不过而家都冇得提啦，已经系咪？咁所以你睇到今日个情况咧，即系其实香港呢几年都系咁样噶啦。不過今年又會特別啲，就因為有個共產黨上台做特首嘛。咁然後呢個共產黨就對六四嚟講咧，就對佢嚟講係一個最要害噶嘛。因為佢當年八九年六月五號嘅時候發表嗰、那個即係喺報紙登嗰個聲明，
同我同你一樣啊，係咪？咁當然有好多人都轉咗態啦，包括譚耀宗啊、曾玉成啊、鄭耀堂啊，係咪先？咁但係你而家做特首嘛，你冇得唔交代嘅。咁你而家一係你就行出嚟公開講，八九年六月五號我發呢個聲明咧，係喺一種即係情緒極度，即係呢個感性失卻理性啊所發表嘅。今日我回歸理性，我覺得當年我即係出呢個聲明係錯嘅，收翻，咁咪得咯。唔係呢個要追問梁振英嘅，有機會嚟立法會答問大會，我一定問佢。你收翻咪得咯？你收翻你八九年六月五號發嗰個聲明，強烈譴責中共政權屠殺人民，深切哀悼北京死難同胞。呢兩句你收翻咯，收翻你就繼續做你個共產黨，繼續你個港共政權。咁家產你唔收翻咧，你就契弟，係咪啊？就係、是、契弟，講完。有機會嚟立法會，小弟一定招呼佢，係咪啊？所以我嗰日先問佢：你而家噏呢句啦，強烈譴責中共政權屠殺人民，我呢張票即刻俾你，唔該，我都係選委嚟噶，係咪？跟住佢猛同其他選委握手唔望，我啲鏡頭係咁對住佢，梗係唔講得啦。跟住我話：你做咩同啲選委握手？我係選委，你做咩唔同我握手？跟住話：咁我同你握啊。跟住我話：我唔撚同你握啊。即是對付呢啲人，喊打喊殺，五師十四局上唔到，香港就冇辦法運作啦，蹉跎歲月。你冚家產就蹉跎歲月，八九年六月到六月五號到而家，你蹉跎歲月咗廿幾年。我話俾你聽啦，蹉跎歲月廿幾年啊，你冇良心啊，係咪啊？一個冇良心、良知泯滅嘅人點做特首啊？俾一個良知泯滅嘅人做特首，對香港係有害定有利啊？各位朋友，係咪？你翻翻嚟嘅良知，如果你行出嚟，我梁振英今日喺度话俾大家听，八九年六月五号我发嗰个声明就代表我嘅当时嘅谂法，亦都代表我今日嘅谂法。吴家产，我拥护你，一定唔搞你，好你退出政坛都得，你讲就得噶啦。我话俾你听，你梗唔会啦。我同你赌咁大啊，吴家产你赌得仲大啦，系咪？如果你噏呢句，你道德重大啦！強烈譴責中共政權屠殺人民，咁樣殺你個頭啊！撲你個街，係咪先？有時呢啲唔講粗口，你點可以宣泄到我嘅怒憤咧？真係啱啱啊，係咪啊？簡單啫嘛，你同佢温柔啲講啊，梁先生，你咁即係轉態啫，你都忘記咗你八九年六月五號講過強烈譴責中共政權屠殺人民，咁你真係好奸謀啫！哇，你咁樣同佢講啊？佢話我冇補充啊，六四講過好多次啦。屌你，我有補充啊，我叫你撲街啦，係咪？叫你否服啦，係咪？我一定会公开，我而家同大家讲，系嘛？当佢做咗特首之后，系嘛？如果我继续有立法会员做嘅话，我一定会公开问佢，系嘛？然后佢唔答我，我就叫佢扑街。OK， 你系冇资格做特首，因为你系冇记性。第一，如果你唔系冇记性，你就冇良心。如果你唔系冇良心，就系、是、你良心俾狗咬咗，吴家产。再唔系，你就系共产党嘅奴才，系咪？你而家骑喺香港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就靠共产党照住你。你忘记咗当年六月四号，即系呢个六四惨案八九年发生咗之后，你几义愤填膺，系咪？如果一个唔觉意，任间以为睇错咗你添，系咪？当年做呢个资委会秘书长啊，呢、這个嘢都好人嚟噶，原来即系良心发现，哇、啊！跟住就良心就变即系变咗狗肺，系咪？所以我哋一定会追究佢嘅，系咪？所以我今日喺纪念佐治街啲啊，即系黄仁达喺度嗌梁振英，咁住嗰啲人话扑街啊，咁几心凉。跟住我同啲人握手，咁啱握到个手，而家成个手，即系呢只手咧已经肿咗噶啦，手腕已经都在所不计，系嘛？一握手就有钱啊嘛，几现实啊！握咁又有张百蚊纸，一握又有张百蚊纸。所以咧，希望阿主席慰劳啊！我听日俾几廿蚊我睇铁打，咁样成个手腕你啦。你阿刘家雄主席啊，你哋嗰度嗌就唔使同人哋握到手都，即系手直情系肿咗而家。OK， 但冇办法，即系对于呢啲咁嘅热情嘅民众，我哋啊，即系手段都要握噶啦，系咪先？而且一路握一路有钱收个脑啊嘛，系咪？嗱，所以希望大家即系要支持你自己啦，唔好话支持我啦。而家个形势系好明显嘅，系咪？一个咁嘅特首，系咪？仲有你發現梁振英有真係冇料到，我再講一次，有料到就唔使揾個羅范招芬喺度出醜，係咪？搞個五師十四局，揾親啲新人冇個有料到，咩黃錦星啊，係咪？吳克儉啊，唔間張炳良啊，許曉輝先生啊，咁呢啲入閣，唔間冇一個，即係啲質素之低，呢即係前所未見，係咪？咁嘅政府
係咪？你大家點能夠對佢寄予任何厚望？嗱，我哋咧喺跟住嚟嘅財委會咧，我就會提500个動議，係咪？另外喺大會裏面咧，我哋會想辦法咧招呼佢嘅喺呢個即係決議案提出嘅時候。嗱，我而家幫佢約莫計下條數。如果啲民主派真係做實事嘅咧，就希望佢哋喺競爭條例草案呢一個二讀嘅時候咧，大家即係就個修訂案踴躍發言。我約莫計個條數，如果你20个飯團都落水去就每一條修訂案發言嘅話咧，呢一個競爭條例草案嘅二讀咧，個拉布嘅時間會長過我哋對嗰個出缺條例嘅。嗯，係咪？咁即係換言之，嗱，我而家約莫幫佢計，我約莫幫佢計。佢聽日後日禮拜三就要繼續呢個二讀，跟住禮拜四、禮拜五都開唔完嘅。咁啊變咗6月13号嗰個會期咧要繼續。如果6月13号嘅禮拜三、禮拜四、禮拜五都唔完嘅話咧，6月20号就係梁振英嘅5司14局要提嚟立法會嗰個大會嗰個決議案要提嚟嘅。咁如果你壓埋佢20号呢個會期咧，佢就可以翻屋企瞓覺嘅。因為7月1号佢就上任嘅啦。所以我喺呢度呼籲民主派嘅朋友，即係各今時而作非啊！吾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系嘛？即系觉今是作非，实迷途其未远。吾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你可以利用竞争条例草案二读嘅机会，去令到5司14局冇办法如期喺6月20号交上大会，跟住梁振英就可以系咁先，好样衰，就继续要呢个3司12局，系咪？嗱，呢個就唔係黃毓民嘅責任，黃毓民已經拉布咗1个月，我而家要唞下嘅啦。不過我都會打算喺競爭條例草案二讀嘅時候，最少講4个钟头嘢，1节就15分钟，講4节就1粒钟，即係話如果講4个钟头，我要講16次。如果你每日我淨係示範就得嘅啦，你每一個所謂飯團嘅議員都好似我咁講4个钟头，你同我計幾多個鐘，台長？80个钟。佢系咪收工啊？已经，嗱，我就可以示范讲4个钟俾你睇咯，系咪？因为有过百条修订案，可唔可以讲？唔系拉布啦啩呢个，唔系喺度揸住个支字讲2个钟头，跟住重复又重复啦啩，系咪？我系可以担保，我讲呢4粒钟系曾玉成系唔可以拦我嘅，即系话你泛民主派其他嘅议员，你都可以。讲4粒钟唔俾人拦，20个人讲4粒钟，4×2=8就80粒钟。咁啊，梁振英啊，准备翻屋企瞓觉，休息一阵。其实20年前嘅六四咧，当时你身处边度，同埋当时嘅感受系点样噶？其实我嗰阵时咧，89年我喺珠海书院做新闻传播系教授兼系主任。所以喺5、6月嗰段時間咧，就真係好忙啊！周圍去演講啦，係咪？去啲學校演講，同埋帶啲學生去遊行。咁我哋嗰陣時就幾乎係等於唔使上堂噶啦，已經帶頭個系主任都唔上堂，帶住啲學生周街去，係咪？我印象最深刻咧就係嗰年嘅54，咁啊學聯咧就搞咗一個全香港13间大專嘅遊行，就聲援中國大陸嗰啲外國學生，係咪？咁佢哋又搞緊遊行啊嘛，5月4号，因為5、4、70周年啊嘛。咁我哋有啲喺九龍出發，有啲喺香港出發。嗰次遊行好得意嘅，集中嘅地點咧就係遮打花園，但係兵分幾路，然後匯集喺呢個遮打花園。咁我最記得咧，當時學聯嘅主辦單位就播呢個國際歌，咁我就覺得好反感。嗱，當然對國際歌我冇反感嘅。國際歌嘅歌詞內容我都覺得冇問題嘅，係咪？即係我哋要自己當家作主，嗰、那個係共產國際嘅歌，係咪？但喺嗰個時候播國際歌喺香港，我就覺得有啲問題咯。即係你學聯嗰啲人基本上就係你冇自己獨立嘅思考能力嘅，係咪？大陸學生播咩歌，你又播咩歌，你又唔知國際歌講乜，係咪？當然當時我都見到有啲即係過去搞呢、這個即係社運嗰啲朋友喺度，係嘛？包括啲岑建芬啊，呢、這個好多嗰啲即係同我哋差唔多年代嗰啲人嗰啲托派分子啦，所謂啊，即係搞呢個共產國際嗰啲係嘛？咁佢哋梗係唱得好開心啦，但我就指出我哋即係我哋可以有第二啲歌可以唱嘅，係咪？咁所以咧，當時有兩個主持，一個就係蔡耀昌，而家支聯會嘅副主席。
另外一位呢就是学联的秘书长陶君衡，两个都是二十出头学生领袖。蔡耀昌就不给我讲下去，我印象最深刻。但是二十年后或者这二十年，无论蔡耀昌、陶君衡和毓民都同即是在同一战线上奋斗了二十年，是吧？所以其实六四呢是造就了香港一班民主派，六四又造就了香港的民主运动，是吧？到了现在二十周年，我觉得香港的民主派或者香港的民主运动呢都必须要到了一个反省检讨的时候。咁好啦，咁我想问问咧，琴日咧吴以开希咧喺澳门咧就琴晚被拒入境啦。咁你有冇话有咩感受？有冇谂过点样帮佢咧？同埋当中咧，你都系被拒咧，唔可以翻大陆噶嘛，冇回乡卡噶嘛。咁你自己会唔会感觉系身同感受啊？会唔会有啲乜嘢特别嘅嘢咧？我而家就有回乡卡嘅，吓咁啊，过去有一段好长嘅时间，我唔翻得大陆嘅。嗱，我觉得咧，即系呢个系一个基本嘅权利。头先我提到个零八宪章咧。佢最後嘅一個主張係叫做轉型正義。咩叫轉型正義呢？就係、是、你過去共產黨歷年所犯嗰啲罪惡，或者啲政治運動嗰啲受害嘅人，你要還佢一個公道。呢、這個叫做轉型正義。OK？ 正如我頭先所講，無論以後嘅十年、廿年，任何一個共產政權嘅繼承者，都要為佢上一代嘅罪惡去承擔責任。同樣嘅道理，就要有所謂轉型正義。呢、這個回家運動。或者叫回鄉運動是我們的基本人權來的，但你要變成一種運動是很悲哀的。在八十年代的台灣呢，海外很多人不回到台灣的，台獨分子啦，是吧？或者親共的人，或者在、台灣被通緝的那些全部不回得的，於是他們就搞這些回鄉運動，搞了很多年，八十年代初開始搞，搞到八十年代尾台灣開放黨禁解除戒嚴，這些人陸續可以回到台灣，是吧？就要他在海外、在美国、在其他地方搞一个这样的回乡运动，是吧？打破这个黑名单，是吧？喂，你是中国人，不回到中国的土地上面，即是这个是将你流放，即是等于当年的苏联，是吧？将异议分子流放，同样一样的道理，是吧？今时今日到了二十一世纪还发生这些事是很可笑，也是很悲哀的。我觉得海外这些民运人士呢，是应该将这个回家运动去扩大，在个国际社会里面争取支持，是吧？我地返返自己的国土是天经地义的事。在这里我就想利用一句说话形容一下你现在对中国的感受和心情，你有什么会可以用这一句说话和我地表达一下呢？我想跟即是中共的领导人讲，鲁迅有一句说话叫默写的方言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拖欠得越久付出的代价又越大，是吧？我们希望中国共产党能够反省，是吧？同埋自我完善，咁先令到中国咧嗰个前景即系会有光明嘅一面。普罗价值，全民政治 ，My Radio 2012。咁就記得有一日，我係唔知點得，哎呀，你點都話即神仙都會打都會恰恰啊！我見到一條大路冇乜嘢㗎，咁一路咪恰一恰啦，恰恰。點知我諗即瞓咗幾耐啫？一二三，我諗數埋即四五即十下到嘅啫，即係我諗啦。跟住前面一架大貨車咩崩崩咩嘢見曬喺我面，直接喺我面前。我想成頂籠是真的尺零兩尺的，那我們打叫那個我那個朋友叫他醒啦，我問下他他昏著啊。七百萬人七百萬個故事，逢星期一晚八點九至九點九。